准备从东头菜市场捡来的干脆方改到切成宽宽的窄条，金针菇咱给它撂倒去根儿，咱们给它撕成小朵，干脆方咱们给它卷上金针菇，侧面牙签咱给它固定，起锅烧油，锅中有味酸味酸梅辣爆香，一勺米线豆瓣酱，炒香炒过后来点矿泉水，生抽蚝油，放入金针菇，盐鸡精白糖，咱们大伙帮忙搜个汁儿，撒点迷人的小葱花葱锅。家人们，视频看到看到这儿了，请大家给同仁留下一个双击再走吧，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，同仁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。